这琴是给谁的？婶婶让我带首歌给叔叔，他人呢？先生他大概还在睡觉吧。你们听说过男子夫人吗？哎，我的礼物呢？在鲁国呀，这件事传得可邪乎了。婶婶说，让我先问问你们，要是你们都是一张死人脸。 证明传言不虚。谁是一张死人脸呢？谁死人脸了？谁是一张死人脸呢？谁死人脸了？谁？ 君两意，故来决绝。少年逢面，相约暮期。皑如白雪，皎若明月，相扶相持，苦乐不已。一朝闻遍。 妻妻妻妻，寄与君子家事家衣。寄与君子家事家衣。你爹走的时候问过我吗？没有，他一直在睡觉。 你们走了以后，曲阜的地又荒了。前几年鲁王得病，不知道哪位方士说的，让四野八乡的人给他杀牛起寿。今年终于寿终正寝，他的儿子继位。哎，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孔门弟子食不语，你可以不守这个规矩。婶婶让我提醒叔叔。 叔叔走的时候说要去祭扎先生的墓前祭拜。婶婶的那份祭拜里，也托我一起带过来了。告诉婶婶，叔叔已经醒了。孔兄，大事！太子要杀我！先生救我！男子夫人，太子要杀我！先生救我！ 太子想杀男子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魏公昏庸，国家正是全靠男子和那个不男不女的民子侠来定。太子今天在酒宴上发难，就是多年积怨的结果。我看我们没有必要卷入到魏国政局当中，大不了排比武走人嘛。说句不太恭敬的话，今天救了男子夫人，不管先生是不是跟他有私情，都要背上千古的骂名。你把一个人交出去，看着他被别人杀死，这么做符合人的道理吗？书呆子。 要是别人也就罢了，什么叫别人也罢了？男子夫人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，先生和他是音乐歌舞之交，拿别人的传闻来束缚自己的手脚，改变自己的心智，可笑。你说什么你？难怪说流言比刀剑还厉害。
我原来以为男子夫人是神仙，我险些做了无名鬼啊。先生早拿主意，太子的兵正在满城搜男子夫人呢。先生，你一世英明，何必为了一个女人自污呢？做儿子的要杀自己的母亲当然不对，可是在乱军之中跟男子夫人居于一室，真要出个三长两短，先生的百世英名岂不成了一个笑话，知道吗？你们也说说。我来说两句。白牛先生有什么高见呢？不能送出去。你懂个屁呀你。我是不懂，可我天天听你们讲仁义，这耳朵都起茧子了。仁义啥意思？哼，就是对人家好嘛。人家是冲你好才来的，但是你要把人家绑起来送出去，这叫对人家好啊。你干脆把人家杀了，提着人头出去算了，说一套做一套。你是坏人，你也是坏人，你这么老了还是坏人。孔丘险些也成了坏人。你就是险些。先生，就算是刀剑加身，张纣王复活，统领十万大军来要男子，我也不给。身为一个男人，不能保护一个女人，谈什么人呢？什么是人？仁者爱人。白牛说的对，你们害怕就各自逃走吧。既然先生都不怕，我们有什么可怕的？此事与怕无关，交出男子夫人确实是不对的。咱们这几年在魏国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，靠的可全是人家男子夫人的庇护。太子所掌握的只是王宫的禁卫军，真正的兵权啊，还在米子霞大人手里。酒宴上没有杀掉男子，太子离兵败也就不远了。可是这次魏国大乱，咱们确实不能卷进去。我没有玉钗，只有根铜的，哦，还有根木头的，都是婶婶送给我的。你婶婶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这可把我难住了。你猜猜我叔叔那些学生们，他们最怕谁呢？自然是最怕孔大夫了。错了，他们呀最怕我婶婶，就连叔叔做错了事都躲在房里不敢见他。是吗？你婶婶那么吓人呢？婶婶做事爽朗明快，没有一件事不在理上，大家呀那不是怕他，是敬他。我要不是王后，只是个平常百姓家的女人就好了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哪个寻常百姓能消受得起你呀？你放心吧，我叔叔心最好了，一定能救你。先生，先生。孔大夫，深夜打扰，恕罪。太子听说男子夫人在此处，特派我来接她回宫。男子夫人确实在这里，但不能交给太子。明天早上，瞿伯玉大人会护送她回。太子的兵车就在外面，请孔大夫要识大体，顾大局。那就让他冲进来以子弑母，
我倒想看看他的尊容。来人呐！有，把曲伯玉府给我封了。出府一步，杀无赦。是。孔大夫，我敬重你是魏国的客卿，明天天亮之前，如果见不到男子夫人，休怪我的手下粗鲁。告辞。先生，我到院子门口跟他们聊聊吧。这事儿你比我强，去吧。哎，我跟你们说个歌谣吧。天上星亮晶晶，一颗星来两颗星，三颗四颗五颗星。你在什么地方收了这么一个徒弟啊？西皇时期的古人呢？啊，你说的是白牛吧？啊，他哪里是我的弟子，他是我的先生。我刚才心神不定，差点偏了一大道。白牛一句话，是非就清楚了。学问太多，机心太重，得失心太强，只会离大道越来越远。上柱伯将军领丞相府正室糜子霞恭迎夫人回宫。太子呢？太子作乱，我等幸得端木赐先生飞鸽传书，才得以调兵擒王。现在太子已经带着不足十人逃往晋国，军队正在追击之中。不必追了。君上震怒，已经废太子为庶人，其为国贼，魏国上下皆可诛杀之。替我更衣。恭送男子夫人。先生救命之恩，男子没齿难忘。愿天下流言蜚语，加于男子一身。既是流言蜚语，恐秋何惧？也多谢众位君子相救。
这个女人倒是有英雄气概啊。端木，先生舍命救男子，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在编造谣言了。所谓仁义之道，仁者的名声真是拿命换来的。流言蜚语太可怕了，千古之后众口铄金，这个谁也说不明白。是啊，收拾行装吧，我们要离开魏国。请孔大夫。晋国谋位已久，一直想要灭了魏国，只是顾及物议，所以没有马上动手。现在赵简子收留了太子，又派他的家臣杨虎发兵50,000，魏国的军队连10,000都不到，可用的战车不足1/2，眼看就有亡国之危，还请先生能够伸出援手。魏王的意思呢？君上病重，生死难卜，我要是告诉他，那才是送了他的命。魏国的军队已经30年没打过仗了，一战必亡国。刀兵一动，绝不是儿戏。魏国的战力这么弱，这个忙没法帮了。请让我与先生独对。我知道先生听过我很多传闻，我不想辩白，若不是我勾结重臣，我儿子早被太子杀掉了。我知道米子瑕不是好人，但他能护我儿子周全，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呢？夫人说的是父母之心，求之道。晋军就驻扎在西门之外，我想派兵1000护送大夫出位。你呢？魏国兵力不堪一击，我打算亲赴晋军军营，或许能免魏国的大祸。魏公是男人，赵简子也是男人，何苦这样讲？先生为了我清明受损，我用命还，就算报。原来这传闻都是真的，孔丘
正人君子的孔丘，为了一个骚货，要来和他的兄弟打仗了。先生让我告诉你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魏国虽小，也有决心跟晋国一战，何况你们来灭国，天下诸侯都不会答应的。我50000的兵马，被你一句话就给吓退了，岂不是个笑话？这不是鲁国，你唬不了我。楚王要请先生去楚国做上大夫，楚军已经到了黄河渡口，卡住了你的退路。孔门弟子大话其实，我能相信吗？冉有和公良如带领魏国的10000兵马夹击你的侧翼，我只要能守住一天，你这50000兵马一个也别想带走，今后何以立足？有种你来攻城。将军，攻城吧。趁着还没被野狗吃掉，把他们埋了吧。来人，来几个人。先生，先生，燃油啊。这些诗篇是哪儿来的？这是宋国的司马桓颓将军花了3年给自己建的石椁。石椁没修成，附近的百姓受其所累，逃亡一空。我们不进城了。宋国有这样的司马，让上天诛杀他。你们怎么都不动啊？
先生，宜城的守将是叫环颓吗？是啊，环颓将军亲自列队等着迎接你呢。那好，我就坐在这里等他。我要见识见识这个天理不容的人。先生，何必跟这种人一般见识？我们走吧。夫子之来，何其乐也！在下环颓，请进宜城，愿与夫子请求大道。你就是环颓？正是。你怎么还没死啊？你说什么？我们一路诵经，满目皆是流离失所的百姓，哀鸿遍野。难道你就不怕这些死者的后人诅咒你吗？别说你是石头棺椁，就是铁锹铜柱，将来有一天也会有人把你挖出来，扬尸荒野的。像你这么一个没有心肝的人，恐怕连鸟兽蝼蚁都不屑吃吧。我不会入宜城。孔丘，你也没资格问我大道，你这是找死！别拦他，让他杀我。先生，跟这种恶人多说无益，走吧。把剑收起来。先生，收起来。我们就坐在这里，看他能把我们都杀死。我先你们马上离开这里，不然我对你们……天下就是有你这样的恶人，大道才不能推行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你能拿我怎么样。你个老棺材瓤子，你像条疯狗，见谁咬谁。来呀，把他的帐子给我推倒。先生，先生，他算什么东西？犯不着和他生气，我们走吧。让他退！那一年，先师特别辛苦，他60岁，离位过松，道臣。那一年遇上的事情也特别多，魏国立了新君，发生了内乱。过宋的时候又遇上了司马环颓伐蜀逼他。鲁国还发生了火灾，桓公和西宫的祖庙被焚毁。季孙思病重。城上御敌，我带着50门客在城门口，箭一直射到脚下，我们都不肯退去。本等一夜，终于等到救兵。齐王在甲骨之会上还给我们3座城池，甲士数万，战车千乘，使用的是晋国打制的精铁兵器，这种气势，那还了得！
齐鲁会盟，齐还三城于鲁，是为永不侵犯，友邦相助，唇齿相依。大好局面断送在我的手里了，爹，爹。这是那封赶走了孔先生的信吗？我死以后，你一定要把孔丘请回来，不然我在地下也无颜见他。别像你爹我，这是寡人前几日狩猎的时候打的一只小鹰，身上带着一支箭，一时竟不知道是谁用的。箭杆一尺八寸，箭头为青石磨成，这是肃圣国的箭，从前周武王平定天下后各国都有贡物，肃圣国供的就是这种箭，大王可以到保存古物的长史那里查一下。来呀，把它拿到长史那里让他查一查。是。端木赐参见君上。鲁国使者给先生带来了一封书信，呈上来吧。先生，怎么了？鲁国生乱了吗？孙思死了，天下人都传言先生与他不和，看来是错的。我从政三年，和他共沐风雨，我老了，听到朋友远去，怎么能不伤心呢？季康子拜见君上。君上有令，莫不闲听。季孙康子承父之灵，摄政开府，相位之成。参见丞相。丞相新政，有何以教寡人？我听说父亲死了三年，不改变父亲的志向，就算守孝。家父在临终前特意叮嘱我要请回孔丘，大用于鲁国。孔丘当年就是因为和季孙思大人不和才逃国而去的，现在要把他请回来还要大用，那是人会说季孙思大人承认他自己错了，这对于他生前的清明岂不是有污吗？君上英明，臣公之余以为请回孔丘不妥。有何不妥？不妥有三，有无季孙思大人的清明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先王在位的时候大用过孔丘，但不能有始有终，被各国诸侯笑话，现在把他请回来也污了先王的名声，上了50岁的老人，经历过孔丘新政的人还是印象深刻吧。如果要大用孔丘，除非百官都能容忍他，否则不如不用，再弄个有始无终，我们又要被天下诸侯笑话了。孔丘逃国这些年
名声越发大了，已经有人开始叫他孔子了，大家都把他当成圣贤之人，他要回来，我们谁能拦他？老臣另有一个主意，当年鲁国新军的统领，也是季孙思大人的家老冉有，文武双全，韬略过人，子路勇冠三军，自贡长袖善舞，列国邦交，天下不做第二人想，把这类人请回几个，不还是等于请回孔丘了吗？还不伤我们的面子？是啊，鲁国乃礼仪之邦，岂能让天下人不停的笑话？公之瑜的办法好。君上，鲁国早就没有新军了，全国的家兵集合起来不足万人，就算请回了冉有、子路，府库空虚，兵从何出？粮从何出？铁从何出？士兵的俸禄又能有几多？听说孔丘的弟子有3000多，不如我们把他弟子都请回来，编成新军，让孔丘在陈国当他的圣人去吧。公楚，军粮紧缺，以国宝新月剑押于陈国，借粮300万担。300万担，这也就这么多呀、啊！我的娘，这么大一堆呀！为什么300万担实在是没有。吴国的国宝我们也不敢留，请贵使带回。吴军攻楚之日，我陈国必将献出全部的库存支援。达不到300万之数，实在是国力有限，请吴王恕罪。如此之宝物，陈公岂能不要？吴国是历任为国宝，难道是蛮夷之邦吗？你收起你的剑来。你是哪个呀？陈国客卿孔丘。我吴国甲士30万，战船100艘，欲逆流而上进取中原，不以这吴钩为国宝，难道以仁义为国宝？吴王夫差真糊涂，派了你这样愚蠢的使者，连邦交之道都不懂，用剑锋指着国君，你要与天下人为敌吗？在朝堂之上斗嘴，天下没有人是孔大夫的对手。不过伍子胥将军已在边境上集结10万大军，一旦粮草短缺，必来陈国讨粮，请陈公早做准备。告辞。陈公深夜来访，不知为何啊？大夫今天在朝堂之上虽然稍挫无使之风，那伍子胥的10万大军可是真的？先生，寡人寝食不安，特来请教。我们在陈国一住3年，自当报恩，丘正在和弟子商量对策。先生，寡人也想立行仁义，王道天下，只是陈国确实太小，朝夕之间就有亡国大祸，实在没法推行先生的主张。
成功不必多虑。仁义之道，也有一文一武。今天的吴国使者说的对，十万大军不是靠仁义就能说服的。陈国夹在吴楚之间，三十年没打仗，百姓生活得很好，何必因为我的主张改变呢？此啊，你说说吧。吴王夫差自灭越以来，重用伍子胥，武力大张，却是极为愚蠢。他背后的越国国君勾践启用了文种、范蠡，变法强国，卧薪尝胆，终日不忘复仇之志。他面前的楚国不弱，所以先生断定夫差不出兵则已，出兵必亡。先生高见。我知道成功的心中定然不信国家盛衰，早见端倪。先生令我出使吴国，先稳住夫差。陈国可以出粮，却是要给越国。约好在夫差攻楚之日策击吴国。君上，紧急军报。夫差杀了伍子胥，要亲自统兵。行无道者，天意不助啊。真情意，怎？